小港医院积极推动数位转型，希望借由 AI 技术改善临床流程，减少浪费及提升诊断效率。因此我们导入达勤与惠成之一的全方位智慧手术室解决方案。全方位智慧手术室解决方案包含手术室中央控台，可以快速掌握医疗团队排班、病人、刀房以及设备管理。电子白板让护理人员无需一一确认，就可以随时获取手术重要的资讯。手术安全是所有医院最重要的目标之一，因此我们设置手术查核系统，于手术前、中、后进行流程查核与确认，有效保障病人安全。此外，为了提升手术效率与安全性，我们也导入了手术资讯整合系统，将医疗影像与病患资讯整合在同一个画面上，让医疗团队可以更专注在手术本身，随时掌握病人的状况。另外，手术过程中可以随时录影、截图，标示重要注记，作为后续教学与临床研究使用，对医护人员、病人甚至医学教育等都有很大的帮助。手术室是医院作业流程中最复杂的单位，透过全方位智慧手术室解决方案，可以减少人工作业流程，帮助护理人员有效提升工作效率，降低错误，且确保病人安全，达到病人、医院、医护团队三赢的目标。如今进入后疫情时代，小港医院除持续进行医疗数位转型提升核心价值外，更必须让医院的反应更为敏捷，并让医院在人力、物力等方面的运作更有韧性。智慧手术室解决方案能够为同仁及病患带来更完整的高价值服务。